你对他怎么样？我做事比你爱心，应该怎么拢做啊？你好啊啦！明明我这是你的丈夫，你煞比我给参与你查某人同款，我想要看我听条条条，我的表情，我的心爱就好。你这款安排，会好吗？我当是听出来，因为你这么意思，你感觉这是我的挑战。等待万代二十九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按时备电。天之娇女，卖电话平头已经变干啦，你话爱人心的，你那是早讲你对品轩做什么代志，我这看卖过来。等人心等来，我绝对更好养优生，不准接去问代代。有消息了？刚起来问代代，除了这条公布，第二把秘库的金兽来对，今麦有时间，刚才残局太太。你对他怎么样？好盖，我得改杀了罪，卖球伊啊，好阴险。 那你大概要无小气啊，好吧？你是讲啥哩？啊，我好解，就同你这匹配个啦，影响啦。小海，拄只讲话安尼来，怕唔怕啦？较早，伊只是大概硬安尼啦。啊，这边当安尼，看伊都有口正声，都变愈厉害啊。伊哦，应该是想着迄个真热的营养真深啦。这是歹代志。阮食水的时阵，我的脚阁吊紧啊。 我差一点仔无法度游上岸，是伊救我的。咱即阵应该解释多些啦。我只会晓看到你遮尔古锥，活跳跳伫我面头前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你即款暧昧程度，会互人讲？我这人绝对是袂学袂来，我拢是伫遮来。你即句话什么意思？宣战的意思。你感觉这是我的挑战？